3月7号，黄子韬在网上晒出与表哥姜鹏的一组合照，配文说：“我表哥了解下姜鹏，我们是家人。”并袒露心声，知道工作累也全接了，知道撑过去一件件做完就好了。涛哥的一碗鸡汤也是很正能量呀。照片中除了黄子韬与表哥的近期合影外，还有两人小时候的童年合照。意外的发现，表哥还有点帅，也是一枚帅气十足的小哥哥。而图片中黄子韬的像个骑士，以剪刀手打招呼，这个犀利造型也引起了粉丝的调侃，说他满满的廉价洗剪气息，心疼涛涛3秒钟。童年照里的小涛涛也是很搞笑，野花中的他没有戴帽子，笑成表情包 real 可爱。涛涛还被表哥认证实力坑哥，表示我一点都不介意你把咱们跟表哥那张合照放出来，二人的互动真是搞怪可爱。网络新闻就喜欢看你们互掐，报道。